我是阿金，我是地七。今天是我们的四月开箱啊，没错，跟没有看过这个系列的朋友们解释一下呢，这个四月开箱的意思啊，就是四月份阿金没有吃过的，可能是新品的试吃大会。那如果没有看过这个系列的其他月份的话，可以点这边，好，会有我们三月、二月、一月都有陆续的在做这个系列。那观众也可以在新品一发售的时候呢，去我的 IG 或者我的 Facebook。私讯我跟我说，哎、欸，我就想跟你吃这个，我不敢吃，没关系，我就帮你吃。Yeah. 好，那今天帮我吃的是地奇。耶、yeah.。OK， 那地奇这边你想要先吃什么？我这边呢，这次选的是全家、Seven 跟肯德基的商品。我想先吃什么？哎，看你一脸就知道，你想先吃这个对吗？这个东西呢是全家新出的香草卡士达泡芙。最近呢，我觉得全家也在主打有甜点的概念，那这也是这一期的新品了，那就由你试试看吧。嗯，我觉得它内馅还不错哎。内馅是好的吗？嗯，没有胃口。大家都知道嘛，为什么今天找女生来？内馅还不错。嗯，我觉得可惜就是它的皮，因为真的是超伤的。它的皮的口感比小美泡芙还糟。真的，我勉勉强强，如果没有办法处理它的话，应该只有五分。你觉得？我觉得六分，因为内馅有加分，剩下的就还好。嗯，那我们一路继续走甜点路线吧。还有这个，哈，这是肯德基新上市的，长得很像蛋的蛋挞，但是它其实是柠檬口味。所以它这个黄黄是柠檬吗？对，不是蛋，它是酸的。它是酸的，我可以给你看它的 logo， 超像蛋。哎，我觉得不行。大家看不到，这个黄色好诡异哦！大三二一，准备要三二一冲击画面。它这个黄，我觉得太恶心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可惜我们只是照实说出我们的想法，我们不想说谎，好不好？但是卖相真的不太好，但是另口味不错。那我一人拿一个，这个很。那不然你分，我一人一半好了。好，你今天的来宾是女生，我一人一半，你先吃，我再吃。哎、欸，我已经闻到它好酸哦、喔！我觉得它吃起来像柠檬塔，不然我会生气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吃过那个夹心酥吗？柠檬夹心酥，小时候吃那个饼干，那个夹心酥的味道。那它现在还是有点甜，所以它是有点酸甜酸甜的。我刚刚进去是很酸，但你讲的一样，很像那个夹心饼。夹心饼那个没有。台中有吃过了吗？最有名的那个柠檬蛋糕，就是它是一个蛋糕，它上面是一个柠檬的凝固的那个酱，那它吃下去的口感跟上面那个酱味都一模一样。嗯，它进到你口中的第一个味道是很酸，但是它没有到死酸的那种酸，就是稍微那种刚发芽恋情的那种酸吧。你在回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应该说它是一个蛋挞，可是它被柠檬抢到整个主体，但它却又没有柠檬塔该有的那种。有点是扎实感，对，没有扎实感，它很松软，那吃起来没有那么惊艳。你要说它好吃吗？也还行。你要说它难吃吗？也不到，还行啦、啊。可能就是做一个新的尝试，但是外观真的很要。外观会让我不想吃。啊，甜点吃的差不多了，你还想吃什么？可以第一份，还是先把这个吃一吃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呢是肯德基的蜂蜜酱脆鸡。我想吃它那个皮上面的酱。好、啊，吃吃吃，直接吃。SN 啊，没有，它怎么？我觉得它酱蛮好吃的。我吃到它卡滋卡滋的部分，我觉得不错。放我试试。哎，它的酱很好吃哎，超比那上次的避风塘还要再好吃一点。外面的鸡肉有点辣，跟以往比起来变比较辣，可是它跟外面的那个酱汁会融合起来，变得很 match， 就是你。辣完之后，它那个甜进来，然后酥脆的口感搭配上来吃，哎、欸，肯德基这是这个蜂蜜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好吃哎、欸，会回购，我真的会回购。而且我不大敢吃啊，它这个辣我敢吃。这是我给它蜂蜜炸鸡，给它一个拍拍手，给它一个8.5分啊。耶、yeah. ！接下来呢，各位帮我看过我前阵子拍的一支影片，就是那个 Seven 的天数地酥哦，就是 Seven 的素食酸产品。我的怀台中就专门去这个门市去买了两个我没有吃到的，嗯，当做四月新品来吃一下，就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很，哦，这是素食，这个超特别的，它是麻辣豆腐欧姆蛋包饭，哦，好屌哦 ，What the fuck，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，这个看起来就一点就很想吃，它是素食，松露野菇炖饭，松露现在很高级耶，今天就是地奇喂食秀，啊，哎，
啊，我的蛋。好了，是大妈听吗？嗯，好烫，肯定很烫啊。为什么我觉得有鼎王的味道？鼎王，那这样很厉害，这样很赚呢。还是因为它麻婆豆腐有中药味？好，试试看。有吗？有没有？有吧。它的那个麻，那个麻是有那种鼎王锅底的味道，但是它吃起来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它是素食。哦，有，也有素食的味道，很素食的味道。但是你要说它辣吗？没有，也是麻啦，我觉得是麻比较多，辣完全就是没有。但是凭我良心说，它还蛮好吃的。我也觉得蛮好吃的。如果不知道吃什么，我下次想买它。如果我有到那间店的话，对啊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就是。而且它价格多少？85，还行啊，我觉得很好吃哎。这个我会推，大推，好吃，难怪上次在台北买不到。好，我们换下一道。好，那我们，那我们微波完这个。哎，这是松露吗？黑黑的，很大坨哎，很香哎。嗯，很香，它在我的舌尖跳舞。它有超越刚刚的麻婆欧姆，不就是不同的东西？香！我终于找到 Seven 满分的东西了，就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太好吃了吧？这个它的味道很重，而且你一进去，因为我们刚刚直接吃松露的部分，它进去的时候松露的部分是 bang， 然后再来是野菇跟那个饭交合为一，好吃。光是没有肉就可以来到9.5分9分，我看到我饿我就会买这个来吃。嗯，跳舞是不是很爽？是不是超好吃的？喜欢。那我们换下一道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星宇航空跟 Seven 合作的蜜汁烧肉饭。其实不是我要说了，这是飞机餐吗？应该是吧，但是就是对我来说，我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帮我打那个上那个黑条，然后便宜处理。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最近没有办法飞啊，航空公司就比较没事做，可能就来做个客座。那它在便利之余好不好吃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来吧，豆豆。我一定会想先吃肉，这是肯定。普通，就是不好不坏，就是没有什么评语这样。有一点。它有一点。嗯。虽然我在嘴巴上说那么多，但是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刚弟弟只有单吃这个肉嘛，嗯，它这个肉呢，其实你这样子像是握寿司的这样子拿起来，配一口，再拿这个蛋配一口，它那个整个便当的体现就会出来，东西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肉有点太硬，偏柴。就以我个人感官来说，我应该来一个7分吧，前面这两个东西太强了，而且这一碗不便宜，这碗要99块。哈，这一碗要99？对，就是如果我把刚刚前面两个东西跟这个加在一起，那我觉得它偏贵，它 CP 值就没有那么高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试吃下一道料理了。好，接下来呢是三明治，这个是我记得这应该不是新品的，但是，可是我没有看过，这是 Seven 的吗？这是全家的，它是有点像日式风，因为它上面写东京超人气洋食。哦，嗯，可是这个有点贵了，这个你看这个要55块哦，救命哦，55哦，然后才这样子。它有一个咖喱香，不然咬太大口，觉得还好哎，肉太干了。可是它的肉真的就像是你们平常爱吃的那种，前面看到后面都是片的，片不行。的片，它肉很干，很柴，这个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分离的食材，然后只是把它夹在一起。说实话，我蛮失望的。我会很期待它那个鸡排嘛，嗯，咬下去，好好吃的感觉哦，没失望。大概就是5颗星，本次最低分。好，我们来试的是妈妈煮的水饺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这个妈妈煮的水饺，一个是川府麻辣手水饺，一个是印度咖喱风味手水饺。最近咖喱的东西怎么有点多呢？卖相就是普通的微波水饺，那就请弟媳选一个咖喱的吧。哎，好烫。嗯，小心。这是咖喱吗？还是吃起来像茴香？我觉得像油葱。油葱？
差太多吧，油葱。哦，我懂你为什么会说很像油葱，这里面的蔬食是很多的。真要说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蔬菜太多，不像咖喱。真的，因为你像在吃菜。因为它是素食吗？不是。那我觉得它菜太多，就是抢过咖喱的味道。然后咖喱的本身的东西就是没有那么重，但是要以我吃过的微波水饺来说，我觉得它是好吃的。我还是最喜欢吃猪肉高丽菜水饺。好，那我来帮弟弟先吃这个辣的，烫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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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不是辣，是它两个一样的问题。很多，我觉得它看起来吃起来比较像高丽菜水饺，不喜欢，不喜欢。它比它还多一个东洋味。你觉得有辣吗？没有辣，没有辣，完全完全没辣。就是，就它跟麻辣就是没有关系。我一直在舌头在搜寻那个辣，但是找不到麻辣到底在哪里，可是找不到。我没有啊！我觉得这一次呢，要来票选了。最雷，最雷哦！先从最雷开始哦。我觉得这次最难吃的东西，我选这个。灰妹想拿这个。我觉得个人最不推的就是这个三明治，这个三明治真的 no good。那再来就是这个麻辣水饺哦，对这个。我们来选我们第一名，哇，第一名真的很难选。看一下，我决定颁给野菇松露炖饭，太扯了。超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如果观众们的家附近有那个 Seven 有合作的话，真的可以去试试看这个，真的。然后肯德基的那个蜂蜜炸鸡，好吃。哦，对，那个也好吃，那个是我的第二名。差不多也是我第二名。啊，那这是我们之前的四月开箱，那谢谢弟弟有开箱这些东西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那不要吝啬你的按赞、按赞、按赞下去。那不要忘了订阅大公司所有的朋友们哦。那晚一点呢，小杰的落网片段会不会放在后面呢？就看到最后喽。OK， 那我是阿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嘿，小杰回来了，他在吃卖肯德基的新产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有种酱烧的感觉。看你应该挺饿的。我们刚刚试吃四月新品的东西，不然给你们吃我们的第一名。先不管它是什么，给它速率就对了。啊，哦。满满的松露爆炸 ，biang biang， 这松露味很足哎，它那个奶香很浓郁哎，它就能浓郁到盖过我现在嘴巴里面的炸鸡哎，好扯哦！这个85块全素的松露野菇炖饭，好好吃哦，太屌了，屌吧？好，再来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的环节，就是。上次呢，我的素食有开箱过，但是我觉得小杰很喜欢吃辣，我要推荐他吃这个麻辣干饭面。我觉得没有到很屌，只是当你知道它是素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屌，很香啊！还有那个麻，很爽哎，而且它很好吃，很刷嘴。你吃一口觉得还好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停不下来。麻辣锅的味道，它那个花椒很到位，很顶王。最后还有两样要让你感受一下，花枝丸跟辣味鸡球。看起来普通啊，微波食品，素食的啊。它入嘴是有一个肉香哎，很扯对不对？素鸡，然后后面吃起来有那个豆的味道，但前面真的是感觉像鸡球。这都是全家的吗？花枝丸，花枝丸是本的。那个比较脆的话是素的，因为那个脆软的脆软的味道。但是它，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好吃啊，好吃的东西都赶紧吃了，开心吧！哎，不行，这一期四月做的就是这么好吃。哎，这个炖饭真的很给力。哦，没错，那我们四月开箱，五月见，拜拜。留一点给我。